老板，大肉串多少钱一个？200块钱一个。来，搞起来！哎呀，我来拿一下，来，我来比，跟我比比，这有几米啊？哇塞，这真的得有个，这个比较重啊！还是小姑娘会做生意，我要这个，来来这个，卡萨卡萨。这多少钱这一串？200块。尝一大一点。来，老板，给我下锅。来，干这个你可吗？好吃，真好。这个不能可吗？我为啥？这个怎么讲？这个不是红油，这个馍。这不是好料，烤不了。那个菜十分可以，今天不能烤。有没有那个100块的？别钱子没有今天。钱是忘了，这多少钱一根？七个加一圈，不好吃不好吃不要钱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对，啊，干啥？十块钱，你看这么大，新疆大肉块就是好吃。哎，你们，也有朋友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干啥？免费了，好了，我们走了。开玩笑，他的大肉串确实好吃。我听说不开玩笑吗？我好吃不要钱。我知道，但是它很好吃。羊肉又没有膻味，羊肉烤的外焦里嫩，